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第三篇章，中国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汇聚起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我们热情要比每天都精彩，快乐就跳起来，幸福就跳起来，心敞开，世界也会随你一起来。最好的时代，最美的未来，付出多有收获更期待，江山代有人才，各有各自来，创造出现在场内展示的是全民健身，其中呢既有太极拳、广场舞等老年人的日常锻炼方式，也有啦啦操、花式篮球、轮滑等年轻人喜欢的健身方式。投影形成波浪纹，象征着时代脉搏的体育运动。这是一幅全民健身的欢乐场景图。青龙之父谁不爱？金陵壮汉无血草，
开，一波长夜相识里，浪漫结花，浪花就开。青林纵横木斜草，绿色烽火美地台。你看这绿水青山，色是那的风波好。秦岭中，朱鹮从全世界仅剩七只，濒临灭绝，到现在的7000余只，见证着绿水青山，美丽中国。朱鹮是和大熊猫齐名的国宝级保护动物。本届全运会吉祥物之一猪猪的创意原型就是朱鹮。现在从空中，从地面，越来越多的朱鹮进入到场内，共同围绕在场地中央翩翩起舞。领舞的朱鹮不再孤单。
水青山、珠环纷飞的美丽场景呈现出来。这幅场景就是美丽的秦岭。重器是中国创造的智慧成果，陕西努力做出积极贡献。现在场内光影变幻，营造出一个充满科技色彩的未来世界。一个巨大的立体芯片造型呈现了出来。这个节目展现的是以陕西省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创造。节目当中创作的原型依托是被称作秦创园的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平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5G 时代来临，中华大地创新大潮涌动，美好的未来正逐渐展现在
我们面前。在一面红旗的引领之下，身穿防护服的舞蹈演员进入场内。现在展现的是举国同心的抗疫时刻，全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我爱你中国的前奏响起，这个节目我爱中国用各个不同行业的职业形象，用情景表演表现了中华儿女深沉持久的爱国情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